然后中暑妹她现在是九十几加，今年是12月13号，将到月再去参加最佳亚洲侍酒师比赛。欢迎来到下班侍酒师。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And Mr. Chan Tak Teng. From Singapore, Mr. Tse Hao Chang and Mr. Ruben Qiu.準備這個比賽啊，其實啊，在 tasting 的那一 part 呢，在 tasting 的 part 我就是啊，因為我們是做 sommelier 吧，就是每一天也接觸到好多不同的酒啊，就是啊，每一次幫客人開酒的時候，就是要啊問他可不可以嚐一下，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嚐到啊，不一定是好貴的酒，但是是啊不同的酒啊 ，champagne 啊，或者是啊 whisky 啊 ，cognac 也可以嚐得到啊，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嚐到。然后就是啊 ，tasting 那一 part 就是啊，你要尝试啊，我是觉得要一个不同的 flight 吧，就是可能是第一个 flight 是全都是波多的 wine， 然后你要你才可以尝到不同的 appellation 的分别。然后是practical 那一 part 就是要看书啊，还有要多留意就是在网上的消息，因为就是葡萄酒的世界里面，它每一天的东西也在 update 啊。在调整啊，然后我们要得到最 update 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看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在关于葡萄酒的网站啊，或者是 follow 那些知名的葡萄酒的人士 ，Robert Parker 还是 James Robinson 他们的 Instagram 啊，还有他们的网页，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最新的消息，然后我们才能更加 enrich 我们的knowledge 这样。你觉得像今天的昨天的 semi final 最难的是什么？昨天的 semi final 对我最难的是一定是liquor neap， 就是我们要尝五杯的里面不知道是 cognac 还是阿曼亚还是还有什么的东西，因为我们尝完那五杯之后，你的taste 已经是完全就是麻木了，就是就是好难再分别的，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自己也混乱了，因为你的味觉已经是比较迟钝一点，所以都分不出来。还有我真的是比较少喝cognac 啊阿玛亚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下一次的时候我一定要再把这个 liquid 的 part 再准备的好一点。还有VDN 的那个 part 也是挺难的，因为我们在月城的工作中不是常常接触到这个 VDN。还有对，就是在书本上看的比较多，但是真的喝的话都是比较少，所以下一次的时候就希望可以在工作上多一点，就是谢书康亚阿曼亚，还有Cabernet， 还有就是喝多一点，就是的 VDM 吧。那你觉得今天站在，如果是你站在台上，对你来说站在台上最难的是什么？我觉得我的 cocktail 一定是不行了。cocktail 那个它是两杯 Gin Fizz 还有两杯 Florida 吧，我应该做的 Florida 我就完全是慌了，我就是应该不懂得怎么做，因为首先我们做 sommelier 就是好少在酒吧里面工作，然后Gin Fizz 还好吧，因为我们可以常常在书本上或者是在幼儿园的工作上可以看得到，但是 Florida 都是比较少吧，因为就是 motel 东西我们不是特别接触的多，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是cocktail 那一 part， 还有红酒满品红酒的那一 part 我觉得也挺难，因为它自己看不到颜色，
还有你要面对那么多的评审在后边啊，观众在你的前面，然后你就是要想得好清楚，你的上辈子到底是什么，还有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比赛中我学的都是要看要听清楚你的题目，但是挺 challenge， 因为他今年只可以问一，只可以问他重复一次，不可以问他重复吧，应该是。就是他只讲。对，只讲一次，但是你这一次的非常的 concentrate， 你不可以就是问他再 repeat 一次，所以就是比较难的一 part。那如果在未来一年内，你想要再准备这个比赛，你觉得你会想要花最多时间的是在什么？我应该会花最多的时间在这个 cocktail 的。cocktail 的 part 吧，还有这个liquid 的 part 吧，因为真的比较小，接触得到。实作的部分你会比较想。对对对对对，还有因为particle 那个 surfing 那块我们每天也做吧，所以你自己有这个 muscle memory 在里边的时候，你不会太慌。但是如果是 cocktail， 你听到一些不懂的 cocktail 的时候，就完全是空白了，然后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就会影响到往后的比赛。所以就是要把心机放重一点在 cocktail 的那一 part 里面。我觉得各个环节都要蛮平均的，所以你不能说你每一个都拿到分数的话，可能有些一两个你就失误了，你就可能进不到决赛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大致上每个环节都要蛮稳的，可能有些你可能一两个失误，但是大致上全部都保持平均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去进这个决赛。然后我觉得最难的，可能我个人认为是那个 45， 那个VDM 吧。那个环节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些酒都不是很常接触到，所以这种比较，我觉得这种都是在当地会喝比较多，然后很少会 export， 因为甜酒比较少人去接触，因为 Sauternes 这些甜酒都很少会在卖嘛，所以这些甜酒都不是我们会很常不常再去接触，所以就变得你突然间有点卡着一下。对，我觉得在台上最难的就是你要把承受全部压力就放轻松，但是一般上这样讲的容易，但你在台上的时候就你已经就变得不轻松了，但是还是要我觉得要多练习，一个习惯一下这个让你的 muscle memory 记得这个东西，然后你就比较容易去表达出来，呈现出来你想给大家知道的东西，然后就小细节那些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就要去练习，平时大概做设备的时候去想一下比赛的模式，可能会帮助到一点点。准备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你要找朋友吧，就可能一个你的室友是同事，还是自己的朋友，还是同事帮你 blend 一下 spirit 其实 blend 我觉得蛮重要，准备常常都 blend spirit， 然后跟盲品一些still wine 嘛，都是要大概都要 blend 一下，然后练习了 blend， 然后其他方面就是 theory 是可能靠自己的，然后你可能要知道大概还会问比过人，他会分享一些他大概会出什么东西，然后你大概可以知道从哪里去读这些东西。有时候你读的太多，你的脑爆炸，你也记不了，然后他也没出，然后你觉得哎呀为什么没再出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大概广的去看一下，大概看一下，如果出来的话，你可能大概有印象的话，你可能可以回答到。那如果你完全就选择不看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错失一些东西。但最主要是，我觉得是问一下之前去比过的那些，大概会问什么这样的问题，然后你知道他们需要你写什么，问什么，然后你需要怎么回答应付这些东西。Semi-final 最难的，我觉得有几个都还蛮 tricky， 但是我觉得可能最难的应该是五个黑杯的，所以应该四个黑杯的一个 45 的这个甜酒的这个 fine testing， 因为他要给的东西很多，他因为那时候当初没有写下来，所以可能就是说之后可以拿一个 notes 写下来，因为他要给年份，他要给 color， 然后又要给好像有一个东西忘记了。然后又要再给 food pairing， 所以很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写下的话，当时会可能忘记说好像要给什么东西，然后就漏掉了，那就会没有分数了。我觉得可能要想的是这个评审他想要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像这个他请我们比较，有一个 part 是请我们比较一白跟一红，
有一个粉红跟一个红酒，这只要我们很会分析，因为他请我们分析，然后做比较。那只是说分析，我们都很会分析，只是说比较的时候是我们要去如何做比较，如何去抓到他的点，他是想要比较什么。这可能会需要，就是不能只是想一直想着分析而已，会需要有一个逻辑性的东西，是他在他的后面的意思是到底在说什么东西，他希望你表达的是什么。这可能是就是可能就平常可能要不要太紧张啊，就是你要想到说他可能问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是这个第三个 part 这个三个黑杯，然后里面是红酒，然后你要取出一个觉得最奇怪的部分嘛，你要就是你要找出一个最奇怪的酒。那应该说他的问题是问 Sebash 葡萄品种，然后他的地方嘛，但是要找出最奇怪的那个酒的话，会需要一点考验，毕竟三个都黑杯，你只能凭味道然后口感，然后找出或许哪个是比较奇怪的，这比较难，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难一点。那其他其实像是 aperitif 发酵我觉得还 OK， 因为其实是有碰过的东西。然后在这个第二个 workshop 的话，第二个 workshop 虽然它有12分钟，它把两个 workshop 当作一个 workshop 做，但它有12分钟，其实他之前这些题目都有出过，像是一个香槟分6杯酒，你不应该 test， 或者是一个 Magnum 红酒做 decant， 然后分两个 decanter， 这个他其实都有那个之前的考题有立考过，所以这个还 OK， 那时间也蛮充裕的。对，我觉得可能第三跟第四，因为第四还有啊第四个 workshop 就是 sparkling wine 要给这个 dosage 的一个甜度，这个比较难一点。然后 ，Yeah， 还有第五个，就第五个稍听，但是他说的很像一点法国口音，所以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就是不知道他在问什么。Yeah， 就是，对，就是他有点法国口音。第一个书店是要读的，第二个酒今天一定要一直 test。那有说什么建议就真的是多比一点，毕竟很多就是一直比，自然会在里面中找到你自己缺少的东西，或者我们自己缺少的东西少在哪边。那就是不要害怕失败，对，就 never try never know， 没有试过你不会知道结果如何，所以不用害怕失败，勇敢去尝试。有事总比没事好。昨天最难的应该是有加烈酒，就 fortified wine 的 blind tasting， 这还蛮难的，因为它是四个不一样的，然后很难猜出它是哪个产区，然后品种，然后还有它那个 aging 的年份，很难去猜出。对，就除了加烈以外，其他都还好。除了加烈以外，考卷上是考很多 spirit， 对对对，可能就 spirit 的问题多一些，然后就可能要再加强。是，因为大家基本上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葡萄酒的部分知识都蛮了解的，所以可能再额外去增加一些别的地方的知识，可能像 cognac 啊、brandy、whisky， 或者是一些像 rum 这种。如果是我站在台上的话，可能还是我觉得最后气泡酒的盲饮还挺困难的吧，因为它三个基本上都是用香槟法去做酿造，所以要真的去分出来也是蛮难的，我觉得。嗯，就是盲饮的是最难的。对。service 的部分对你来说呢？我觉得 service 的话，它12分钟2瓶应该还可以，就当做平常的在工作上内容。对，时间给的还蛮充裕的，我觉得，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抗压性会变强，对，因为工作上其实有时候在那个忙的程度上还是需要一定的抗压性，所以我觉得比赛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
在生理上、心理上，有些人可能遇到紧张的时候会可能肚子痛啊，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手会抖啊，各种情况都有，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比赛的时候会让你放大这个感觉，所以更能够知道自己会有什么状况，所以可能在工作上的时候就可以更自然一点，就是面对各种客人、各种情况，你都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那对未来想要参加这样比赛的选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觉得要把握每个机会去参加，然后能上台就上台。或者是说该怎么准备，你觉得会比较好呢？准备的话，当然读书是一定要，就是所有选手都有自己读书的方法，都书都会念的很多。然后盲饮的部分，就是要有固定时间，每一次持续的练习好几年。然后当然平常工作上就是已经学到服务流程了嘛。那但是我觉得比赛的 service 的这个环节是还是要多训练，以比赛的形式去训练，因为跟平常工作一定不一样。未来如果想要继续参加这样的比赛，你会先就是怎么样准备，或者是说哪方面是你觉得你最缺乏的，要赶快的练习的？我觉得我自己蛮缺乏烈酒的知识或者调酒的知识，对这方面的话算是我的弱项，就是还蛮，这真的还蛮弱的，所以可能多读一些书，多去喝一些烈酒啊、白兰地啊、whisky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调酒，我觉得蛮重要的。Okay, for me,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was the spirit tasting in the black glasses for me. I think black glasses always is a tough round. You know, you can't see what it is. The items that came out smelled rather similar, so it's a bit tough to differentiate. So that was most difficult for me, but I know I did mess up a lot in the bottle identification part. Yeah, so I think I screwed up that whole section for myself. Other than that, it was quite...I think the rosé one's a bit interesting, because I think nobody really knew what was happening. All of the candidates. Yeah. So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ere thinking it was a rosé or white wine, and it's a red wine, but it's actually both rosé. So, again, a very interesting workshop that we got. Possibly the last question, the final question for that one. If not.Because I think the cocktail making honestly is not my strength, but I mean the questions that they did ask, the gin fizz and the Florida, I didn't know how to make them, so I think, I mean, it's saying on hindsight already, so I think it's alright. But if I were in that situation, I might have fumbled, I might have been very nervous, I might have knocked over some cocktails, so maybe the cocktail section might be one of them, but I think the champagne pouring and the decanting, I mean, most of us a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service, so I think this would be a strength for most of us, yeah. So I think just the cocktail and probably the last question. So how about the fly tasting? I think tastings for me are always my strength. So, I mean, if it's not rosé. Yeah, but honestly, tastings for me were always a strength of mine, so I think it wouldn't be that.Much of a difference. Yeah. So I feel you definitely need a basis of your theory. That's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qualify. Because there'll always be the theory paper to qualify in the very first part. So your French knowledge, your French basics all have to be there. Moving on from that to qualify further, you need to understand French service. It's a little bit more particular, a bit more special.There's certain small details that you need to take note of, ladies being first, even though they're the host, things like that, wiping the bottle with another cloth, a cleaner cloth, small things like that. In the French service, a lot is a bit different, so I think, honestly, I mean, if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go work in a French restaurant. They will have all, you'll basically be doing what you're doing up here every day on the job, yeah.Okay, I think the French wine scholar book will be the best material to have. But Guild Somme, Court of Master Somme, all these are good enough as well. You know, they do go in, the details that they go into French are good enough to get you through. But of course, when you reach the finals, when they ask these kind of questions, like the final question,
you always need to keep up with French news. So like this year, you know, Alsace has two new Grand Cru of Pinot Noir news like that. And then we have new labeling for Alsace as well. So just keep on reading up on French news, or if it's your own 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world news for wines as well. I would say I do need to brush up on my digestives in the area, my aperitifs, cocktails, things like that. Yeah, so I think my French liquors and spirits, of course, they're not as strong as the wine area, which again, French wines, Sauvignon style will test all these areas as well. So you gotta be prepared to know everything basically. Yeah, so not just the wines and the food and the cheeses. Yeah, so that's what for me. Most welcome.